前段时间佳美他们两兄妹总说好想吃火锅，因为学习比较忙，然后趁今天元旦放假，等会给他们安排一个羊蝎子火锅，让他们解解馋。你这两个家伙架子都搬好了，家里都有电火锅呀，不用发炉子。有锅是。就那么急啊？没得事，我们烤熟嘛。先把这个羊排拆开来，又有羊蝎，又有羊排。妈啊，有什么要帮忙的吗？不用帮忙，等下这个只要焯下水就可以了。哦，那我去帮你烧火啊。好。哎，佳美，他干嘛说秋芳呀？没有，他说今天你也放假。OK， 没有这么 OK 啊。好，这样子给太婆了，妈妈。妹妹，等一下，你鼻上有灰呗？我看。好，别了，去吧。太婆，妈，这搞上树。太婆，真的给咱搞个线了。这写了个屁股了哟。好你个真娘！一回来就闹得不停。香哎，捞起来。啊，锅底来喽！啊，来了来了！哎呀，香的嘞，香的嘞！来来来，给你夹个羊排，姜妹姜妹，你们吃什么？夹！哇，多吃点。放着下去煮。妈，再烧点毛肚呗。好的。妈。啊？这羊一点都不杀哎。那肯定嘛，这都是内蒙古的羊，你们多吃点哈。好，吃吃吃。羊肉对那个狗也大好吃。好吃呀。嗯，冬天多吃点羊肉很好。多吃点哦。